叫杜金宇，可以叫我小宇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直接来吧。喂，妈妈。对啊，我正在参加中国有嘻哈，这里好可怕，我跟你说。丛林马先排队模仿丧尸的妆容脸颊，妖魔鬼怪先生修炼千年伪装的典雅，一不小心跌入自己的悬崖，正能量之神化身将你碾压。我不曾遇见黑暗亮丽，妈妈从此就教我道理，做人不能小气，面对攻击笑着洗耳恭听。我最可怕的陌生人和可怕的声音，走，我依然对你恭敬。这是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心情是无心空气，我都不得敢相信，冒险的气息太稀奇太奇迹。谢谢老师。